第二十五题，质量七十克的物体静置于水平桌面上，施水平拉力三十三克重，恰可拉动，拉动后摩擦力为三十克重。若物体静止时施力四十克重的力拉之，则拉动后摩擦力为多少？根据题目叙述，我们知道此物体在水平桌面上的最大静摩擦力是三十三克重，拉动之后的动摩擦力是三十克重，最大静摩擦力三十三克重，我用四克的力量拉它，它就会动，动之后就会变成动摩擦力三十克重。因此第二十五题问我们说，则拉动后摩擦力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三十克重。